其实我打开来看过。你说射真的箭吗？射这个游戏。这条路最好最好射，红色的。
七这样子。越来越难了，他敲的门，敲门速度越来越快。那敲的简一点点，门沉一点，然后就可能敲没几下就破了。这条是这是一条直线。手机要吗？他说他即将推出。那个是手机，一样用手机连线，但是没有里面不放手机，这样。哦。对，那个。二月份里面会放手机。啊，没有没有，那个就跟那个三星地的不一样。来来来，全都集中，全都集中，集中点，集中点，集中点。感应不到，感应不到。真的还说感应不到。好，没关系。我们先离开24。八个之中，好像这干那个小飞机跟射箭很不错。那么，看一下，这是弹弓。
先拿过来，然后帮你装。那时候第一次玩这个，我也不是，我也不太会玩。这煤球是不是就死掉了？哦，对，好像是，我记得是这样，没错。它是右边有。啊，它是右边。右边这个靠近，它刚刚右边这个荧幕，对，这个荧幕，右边这个荧幕靠近，然后就会。哦，没有，那是先打，再重玩。对。哎，你这装这个可以。实验室游戏。实验室，我不知道其他怎么用，要怎么玩。就开，可能要看看。我要帮你开。阿旺，你知道别的可以玩吗？啊，这修理机器人吧。这修理。这个会吧？这个如果在时间内不修好，你就会被。机器人会被送掉，然后你也会被送掉。那这个嘞，这个正品吗？这个是神秘小物，这个没正品，这是观赏性。这些就是刚才我那些。